What's up, 大家，我是刘佩 Pierre， 欢迎来到飞机上。我现在准备要起飞去香港，但是首先要告诉大家 ，Pokemon 新的更新，11月7号到11月11号会有更多 Pokemon 出现在周围出现，然后刷 Pokestop 的时候也会有更多物品，所以大家这几天去抓多一点，因为会有更多东西。另外，打道馆的时候呢，如果是打别的队伍的道馆，比较好打败道馆；然后如果是训练自己队伍的道馆的话呢，比较难训练。另外，香港的朋友们，我现在就要去香港。这个影片上传的时候呢，我已经在香港，所以大家记得关注我的 IG， 我会有最新的消息，然后会告诉大家我在哪里，你们到时候也许可以跟我一起抓。或者 meeting 一下，还有当然香港的朋友们，在哪里抓 Pokemon 比较好呢？以下留言，大家很期待我回台北会有更多香港抓 Pokemon 还有 vlog 的影片。好，准备要起飞，香港的朋友们。